这项展览是台湾省国民学校教师研习会所举办的儿童科学玩具制作研习班学员的作品，一共有50多件。这些玩具制作的目的是要使儿童能从玩具里面领会到科学的原理，并且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培养儿童研究科学的兴趣。同时也希望社会人士对儿童科学玩具教育的价值有一个新的认识，而使得儿童科学玩具能够普遍的推广。